对同仁，你十九日凌晨三点左右啊，在松江路三十八巷内啊，发现一男子啊，行迹可疑啊。据嫌犯所称啊，是因近期家庭及工作压力太大，为了疏解压力啊，不得已之下，才使用先前所遗留下来的安慰他病啊，想消除疲劳啊。同仁因吸毒再次遭逮后，非常后悔啊。以侦办过程啊，坦承案情且深具悔意啊。